到司法委员会那边去了，所以临时由我带领。好了，辛苦了。那个，我想请陈次长。喂，姚委员你好。哎，次长你好哈。这个，我想请教一下，你本身是不是国民党员？我是无党籍。你是无党籍嘛？是啊。这个，所以国民党的党产当然，这个在你身上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吧？哈，大概跟陈昭明委员不太一样。那个主任主席，你可以回答、啊。你也可以问我为什么我有什么好处，我也莫名其妙。好，你继续问吧。好了，谢谢了哈。那今天报纸报道的哈，今天报纸报道的这个李欣，现在在竞选国民党主席，他说的中影大楼啊，账面上报22亿，结果不，这个实际上卖22亿，但是账面上只报8亿，报给内政部的资料是不是这样？还是有没有报这样的资料？这个容我们看看我们手边有这样的资料吗？我们是不是可以另外再跟委员呈报？好不好？那你现在回答我有没有报就好了啊？他没有个别，是没有个别，他年度他有交易，他年度财产的变动，他只告诉你这个年度的统计，对不对？中间没有注记，应该就是会计报表，没有注记这样的。是，对，这是哪一年资产变动的情形？这是2006年资产变动，有报到这个内政部吗？102年是2006年吗？那么早了有吗？应该是没有吧。我们那个申报要点是95年，就是2006年了。所以就是2006年了、啊。就是第一年，那时候报，是不是容许我们查一下？因为这现在目前这个资料看起来好像我们没有掌握到这个资料。反正这个事情你也是第一次看报，第一次知道了，是不是？是。那好，这个有关于。这个三中，也就是中视、中广、中影，当时说的这个三中。